呀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哥送我的，哥哥多可真好。哇，你有那么多哥哥？其实都是我的备胎了。洋洋，你要不要也找几个备胎送礼物啊？不用了，东西我会自己买，毕竟只有破车才需要一对备胎，你说是吧？我是一个每晚八点会变成猫的总裁，好羞耻，我竟然又被他洗澡了。洗好了，小白。嗯，谁允许你叫我小白了？你自己待会儿吧，我加会儿班。这么晚还要加班？趁他加班，赶紧溜吧。我要去给老板汇报方案了。可是这是我加班做的方案。你新来的，这是职场规矩，好好学吧。可是之前你讲的那几个方案也是我加班做的。放心，我会和老板提到你。老板，这个策划案是我熬夜做出来的。哦，是你做的。白总，这份报告有点问题，还是让李姐直接口述更好。哟，这不是我前女友吗？哎呀，这猫果然离开了我寂寞了吧？可怜呀，没钱就只能捡流浪猫。哪像我，刚从老外手上买了只赛级哈士奇，这王者般的气息，只有非富即贵的人才能驾驭它。一定是不太适应和低等生物在一起。要不你求求我，把老子哄开心了，说不定我会把你和这只猫一起收养，怎么样？我放不下，我真的放不下你啊！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放下？丫丫，你说单身有什么不好呢？白总，这……爱情的痛苦往往不是单身，而是起初的甜蜜，最终成了永不相见。就像窗外的男人，到头来发现执着的只是自己一个人罢了。出租车规定只能放四个乘客，我都说几遍了，你非要放五个，是要坐后备箱吗？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。闺女，我们来看你了。爸妈突然来城里找我，到底有什么急事儿吗？闺女啊，你这只猫还爱吃火锅啊，豆腐都快吃没了。没事儿，我再去买点千叶豆腐。老头子，千叶豆腐它不是豆腐。冻豆腐、老豆腐都是豆腐，千叶豆腐怎么就不是豆腐呢？猫是猫，那熊猫也是猫吗？人是神，难道单身就不是神？单身就该死吗？海马不是马，对象不是象，你闺女这种单身狗是狗吗？你怎么能说咱家闺女是单身狗呢？她那叫大龄剩女。闺女，你说呢？求你们放过我吧。Keep running.